传说中的真龙彩蛋有着穿越时空的能力，邪恶之人一旦得到它，就有可能改变历史，从而掌控全世界。 龙蛋拯救队，就让他们去寻找真龙笔记。啊！等等，你们说这次任务这么危险的？韩宝辉，专门研究古龙蛋的专家，有个神秘组织想要我手上的真龙笔记。为了抢笔记，那个机械人已经伤害了我几个队友。哦，原来幕后黑手是你。 把蛋交出来！夜光锤。